副驾驶座的气压，我来看一下哈。哎，这钢圈有点脏啊。这钢圈听说是特制的呢。副驾驶座，老婆的宝座。哎，我怎么看到水？副驾驶座，低了些，六十六一这样，61，这样不行的哈。你要给它冲到满满满，来，进去125的气压，哇，瞬间好像看到它膨胀起来，还是什么，没那么夸张。看一下啊，61，马上变成62、64、66、66，六二六四六六六六六六六，快了啊！好了。再看一下副驾驶座的后轮，他们这后轮也是用这个，我们这后轮都是铁盖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我刚好像看到，哇，这个后轮就低了，后轮是52、54、55左右，副驾驶座后轮就低了，对啊，这样不行啊，这样不行啊，把我的地毯用好一点，出去露营3天，哎呀，这是我跟老婆的伪出国啊。假装出国没有了，但是是真正露营。我这边两块呢，应该是真正的石头顶，应该是，对啊，是因为这两个石头顶才让那个，这被压扁的是什么？不知道，看起来有点像塑胶的。塑胶什么东西？好了，气打好了啊！刚刚这个是60几哈，66而已，给它一口气冲进去。好了，125。跟冲进去，66变成，快七十，69，快七十，应该是，对啊，快七十，压漏点。69。好了，这个副驾驶座是最标准的，69、70，对啊，再low一点点，69、70，好，副驾驶座完美搞定，把它关好，副驾驶座。Perfect， 副驾驶座的胎压是最稳定的，最稳定的六十几。反而是副驾驶座的后轮这个是比较低啊，甚至比我那个上次会漏气的那个还低，搞不懂，50几。对啊，又打好气了哈，
打气就是也不是枯燥又乏味，赶快趁下雨前给它打好哦，不然这电的嘞，要是下雨就麻烦了，下雨就没办法充气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明天会下雨，哎呀，希望也有没下雨的时候。好了，这50几哦，后轮这个副驾驶座后轮一冲进去，就感觉那轮胎没变化，125的气压冲进去50几里面，我来看一下哦，嘿。马上到62、63、663，对啊，663，还要可能还要再来个2次甚至3次，对啊。买这个大概是几十块了，这个两加仑0.3 HP horsepower 125 max PSI。什么90 PS 还是什么最低吗？还是最高？哦，最高是150嘛，那最低是90的意思。那我这样不就不能够充我的蓝电了？没有，最低可能怎么可能值90？怎么可能？对啊。OK。这个电呢？要记住带上那个热色带啊，因为露营区接电如果有那热色带就伤脑筋了。对啊，要先把石头扫一下。好了，最后一个轮胎，搞定之后就。搞定之后就可以出门热下车了，开着八狗去买个便当菜回来煮一下。当然吃饱了，老婆又会想要继续睡，因为我们连续3天工作，哎，真是有够累，很累啊，钱不好赚啊。叫做轻拍躺惊细行，钱难赚。但我们没有小孩，我们有小虎跟妹妹。好了哈，刚刚60几啊，六。哎呀，有蚊子开始咬我，你阿妈。嘿，125，给我进去。125之后。60几，看一下啊，6、64、66、67、67、68，啊，再这么一小次就 OK 了啊，其实快到70了，66、66、66、67，哎呦，我想上厕所，大家可能进去上一下洗手间，去买个菜，先把这边小碎石扫一下。这小碎石、大碎石，我是打算是要用来铺我那个八狗后面车道啊，要省钱，不要再浪费钱。我后面那个水泥地嘞，我一估计我是花了1000多啦，那个1000多的材料费。工钱我是自己省的哈，那么大片的水泥地，我在猜应该2-3千吧，要2-3千。但是呢，如果是工人，他们应该是不会像我这样很费工，这样一砖瓦一砖瓦的去用了。他们应该是那种一次来一大片，一大片那水泥车过来倒下去搞定，一天搞定它，对啊，
啊，一天搞定它啊！我也想要一天搞定它。水泥块是可能是先铺个一块还是怎么样？好了好了，应该冲完这最后一次了哈，最后一次就搞定了哈。还好了，没有泄露太多啊。一个季节，125 PSI 冲进去，最后一次，马上到。来看一下哈，绝对是标准的70级啊！看一下，不要爆胎，不会爆胎了啊！没有测好，没有测好。看一下，快70啊，快70啊，应该是70啊。对啊，到70，到70，6970的。看到70，看到70就不行啊，稍微放一下气啊。因为他说，他说跑嘞，因为热，气压会往上，气压又降到66466，不会放一下又降到66，搞什么？啊，那我降那么多，66是 OK 了哈，是 OK 了，还是要再冲一下。70又不见了，好了，应该是有，对了，有到快70，应该是不用冲了啦哈，应该是不用冲，因为快，刚刚我只放一下，好了，对了，快70，还有12分钟，好了。